Rồi á. Mẹ nhóc nè. Chúc mẹ mẹ.打打又来，打喝了。打喝了。又那个叫没叫？没叫，没那个。今天的喝的还不少，今天喝了。嗯。行，我们走了，太老啊，拜拜。四日放虎后，这回最新款，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天。来来来来，咱一块儿看看，让大家看看啊。先看一下背景。嗯。 脸上一点那个尖儿滋起来，掀了一层香气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带个尖儿，掀了香气的很好。最新款，一个字，绝。这桶多少斤？50。走，我得乖乖来。咱俩有点像徒步旅行了，是吧？加油吗？50斤，到时候。一人背个包。50斤宝贝。 拿这个是吧？嗯，这样的。对，那个登山杖，像得很。翻山越岭去打油。太累了，我感觉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一大片核桃树，那都咱的，就是我们的。到时候的，熟了之后，大家免费拆摘，随便吃啊。 这核桃现在都结成，还没结多大嘞，结的这么大缸。那不着，肥，哇肥。从我这儿刮。嗯。那个去哪头？去那头大。是吧？走。全是。全是核桃。一人一颗。有多少颗？有个40颗左右，估计。啊，差不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他俩在给核桃树打药呢。核桃树这个季节要除一次蜜虫。 然后这前两天一直下雨，今天正好天晴了，把这个药给打了。然后打完药以后，我们今天下午可能要回城了，因为这次本来来的时候一切都挺好的，然后来到以后没想到就是三里屯那边又有特殊情况了，我们就先不打算开呢，再稳定稳定吧，都稳定了以后我们到时候再开。今天把这个核桃树一打，也没啥事儿在这边，我们商量呢就回去了，回去待两天。 干啥去了？哪儿了？高速。你们打完了，上哪儿？送过去。送过去。对对，我他不知道山里哪儿的地方。打了，早了。干啥？做饭呢？药桶。放外面的。桶。放外面的。我们回去呢。 回去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你看着锅，咱俩站着。这个菜你也拿着。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，我们回去了。你也不用。带你品尝这烙着呢，等会儿吧。没事没事，我走了。等会儿吧，不等了，等会儿吧，不等了，等会儿吧，不等了，等会儿吧，吃烧饭就得按那会儿，那会儿说先把我这手啊，行，等会儿吧，烙烧了你就都拿回来啊。咱俩就行，也不辣。也蹭一顿。这个派下酸菜馅，来。酸菜的。嗯，正好吃。谢谢花。行。OK。 好吃，确实是。对，你那大鸭少掉了，我半天不知道没吃饭。好的。